2024年6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这个各地依然同款，拢还佫有这个局部短暂雨或者是雷雨吼。啊，过道过了后啊，这部分所在包括山区，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故历行到5月7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高南温度22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诶，咱伫昨昏也是这里哈，有来念一篇李晓峰教授哈。的文章，啊，伊来写出着吼，最近这个国民党籍啦，安尼伫伫法院内面起舞蹈，啊，要立法修法完全拢唔免参详，吼，啊，唔免吼，大家坐落来好好啊讲，啊，硬要抢，硬要甲弄好过，来通过所谓的立法委员扩权的恶法。啊，后手李晓峰教授写了这篇文章，咱心肝头惊一跳，讲哦，安尼啊会，原来这群人即马咧执行中国的意思，执行中国强匪的命令啦，是安那咧？伊讲国民党这群立法委员这高官，伫选输民进党了后啦，就是阿扁在头执政的八年，迄当时阿个唔捌选输的进程，拢要带咱去拍强匪。要抬强匪，要反共大陆，吼、哦，大行面型阿爸，迄有够勇敢，请甲请甲抓袂掉。结果一个选书民进党，煞吼连前煞大规挂人出来，讲要连强这代，啊，你就死徒死了，煞你以为呢？啊，来李晓峰教授倒来讲，这群人后手去伫中国。做什么挖个生意，咱唔知呀。啊，到底是因的本土，因的样子无，咱嘛唔知呀。中国的互因足轻轻松松，会当去摕着贷款，有可能要用地什么货，拢足里边互因呐。尤其部分机器，互人家掠着，讲伫中国的什么南宁，啊，南宁这个所在到底伫对咱唔知吼，都下南宁啦吼。哎呀，查着了，我好查。当地啊，投资400亿了。400亿新台票的一个健康园区啦，但是这几年来去和川普甲弄一个规个经济大翻盘，即马中国内底遐的台商，包括外国的厂商，大概3000倒亡啦。回等于本国，等于台湾啊，比如对越南去，等于韩国，等于日本，对印度去的设厂，物价即马中国经济大翻盘，厝啦。房地产已经搬去啊，迄免讲，钢铁业嘛拢搬去啊，建筑业迄拢无去啊。当然，自然而然，因的经济就都会败坏落，都会败坏落。了后，遮迄当时去甲中国贷款，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都轻轻松松互因当贷款，包括投资400亿的遮的人，伫中国的生意未做起啦。啊，那安尼你共贷款的钱，你变哪行？行不出来啊啦！你变哪行啊？你得爱有趁钱，贷款唔像我当逐个月照起工资。啊，人互你贷款，你逐个月有趁钱的时阵，你免同好康的咧。啊，无我轻轻松松互你贷钱，贷一堆钱，只咧贷啥？你当作我强匪讲哪里？好，啊，就是因为即马钱先未出来啊，中国迄农民开始落手啊，叫你等你，你得爱钱外面用啊。咱看到李湘教授写一篇的文章，咱心花头吃一个讲哦。啊，你阿会原来就是安尼，是群人，还忽然间起舞蹈。伫咱台湾的国会，舞一摊一大摊，即马就开始搁要硬舞。结果咱今仔日看到窦英台行政院院长来到立法院避询的时阵啊，去和一个讲，伊叫做吼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高金素梅，其实咧是咱台湾的原住民。咱台湾的原住民啊，当然你爸爸是讲外省的啊，到底有影无？咱啊，伊本身嘛，伊要做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嘿，中国的。是错一堆原住民啊，过伫中国去啊咧跪拜，啊咧叫阿爸，讲原籍，迄个所谓中国少数的民族，
这唔知人见小对金高金锁门，过去到这个啥中国，底下讲伊少数民族，即系南岛语系，即是国边国族高山族的原住民，我不讲只有那本省咧，咧啦，谈一点啊小哩，啊家家己祖先诶，迄个祖灵拢唔过啊，啊去到这个土匪国咧认祖，好。高金素梅思想往中国走，有去摕到中国的好看无？原来会当想迄、那个啊，即、這个啊，李小峰教授讲的，讲第一单人姜伟啊摕足济吼，即、這个贷款互伊贷的，做生意无咱唔知影。但是今仔日咧即阵行政院院长到鹰台的时阵，听众朋友伊讲啥物话，我来念互大家听啦。行政院院长到鹰台，今仔日来到立法院避询啦。这个所谓无当职的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伫咧即阵对应台的时阵呐，唔打哦，唔打用情逼供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反共抹红独裁的行为来披露咱的总统赖清德，包括披露咱的民进党讲咧做的工课，含你讲的话，含希特勒讲一模一样。伫咧发言当中，唔再是。动啊，动无掉去抓出去，还是标哥讲我即马无执行咱中国命令，未知啊。伫咱台湾的国会讲我们习近平啊，靠妖你讲讲我们迄个上面的文明上的啊，讲我们习近平啊。你可以讲我老公习近平好啊。这含以前台北市的一名女警讲，伊的顶级就是中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言论是出了后，何邦我朋友看一个花语，讲安尼啊话，即数诶，原来伊即摆拢唔免去搬咧，直接就甲演出嚟啊咧。演真诶，搬真诶咧，高金素梅即顺诶时阵，会当讲花力全开啦，唔打压下，即个罗清德讲是啊，即个德国纳粹诶希特勒，一个讲民进党诶反共诶言论，甲纳粹拢是一模一样，尤其是伫有关系的国会啦。这个改革的法案的议题，里面民进党无任何正确的指控，讲国会改革的法案是我们习近平指控的啦，是我们习近平一直在在里的讲我们习近平，这是要求韩国瑜一定要报分级的啦，而且抖音台嘛正强的会反击讲这种的讲法，认为的这种的讲法呢，无适当，啊，而且有严重的落差。无希望用这个希特勒来讲别人啦吼，高金素梅讲我们习近平这个言论一个出名，随时引起一堆网络朋友就开始扯干胶，就扯来骂落呀，讲永久记永久记录公报，又搁有一个潜伏，无小心说溜了嘴啦。什么人喊习近平是我们呐、啊？谁跟习近平是我们呐、啊？完全唔免搬啊呢，无意外啦。更加有人开始就咧讲啊，讲本来就无咧搬啊，就拢演真诶啊啦。听众朋友，高金素梅自从开始做立法委员诶时阵、一路就一直对中国走。是啊，伊较早咧做演艺人员诶时阵，伊一句话都唔敢讲伊是原住民。对啊，对啊，对啊。一个原住民会当互保障名义啊呢啊，伊开嘴合嘴的原住民，但是伊这个原住民唔是咱台湾诶原住民，是中国。接受民族的观点，对了对了，好啦，这种假习近平啊好啦，也是假这个叫做中共吼。其实高金素梅即句我们习近平，咱听了到底是怎样样的？咱咧听做哪样？但是咱所在等啊，边个人员甲中国称作内地的时阵，偌济人感觉哪样？是，到我们习近平有啥物无同？嗯，当你甲中国讲作内地的时阵，台湾就变成中国的外岛啊呢？特别中国的外岛啊呢，吼啊，所以啊，演艺人员是大堆有诶吼，伊无去中国发展咯，有诶无哦，伊台湾遐发展尔，伊嘛咧内地，伊嘛伫遐咧内地，吼、对唔对？所以你高金素梅讲出我们习近平，我是无啥物好讲诶，啊，但是讲对用台真正性地好啦吼，咱讲真诶，这大师兄哦，真正伊未这，伊这种叫做是 IQ 真高，嘿啦，先啊底下这一国人讲。我们习近平你要比较要修正这个，我也是讲这个讲不对，你是讲了无注意，你是你中国政府发头你的薪水，啊，不紧啊，啊，但是话要讲倒转来吼，这也好啦，大家都卖烟啦，吼，啊，看要安那样啊，伊就尽量讲无差啦。无啦，其实倒应台是咱个应讲，
你讲偌清滴咧反共咧抹红，那亲像希特勒迄当时咧反共，反共匪抹红安尼哦。我讲你听啦，希特勒咧掠共匪咧共共匪，啊，佫无蒋介石杀你啦，蒋介石。伊迄当时伫台湾看到你，慢慢看到你啦，都有人讲阿星是共匪。问阿仔阿星都叛逆啊，我肯定永远无看这个人啊。伊是变，伊是变希特勒较恐怖一百倍。哎、欸，你敢咪去形容讲？你敢咪形容讲？赖清德总统反共抹红，好像蒋介石安尼样，敢碰安尼样？哎，希特勒这个人吼、哦，咱讲熟悉的吼、哦。伊到尾啊，话愈来愈变态了，对吼？对伊坐上大位了，啊，希特勒安那产生了，因为透过民主的顶层产生。你嘛是选举出来？哎，我那选举出来了，对吼？啊，希特勒伊厉害厉害，伫倒位呢？伊就是讲德国吼，拄啊世面崇拜啊。简单讲，德国伫咧全世界吼，算作讲经济一直切落去。是。啊，民怨本来就真大。啊，希特勒就抓到这个民怨了，对吼？啊，讲出真侪真侪，互人听了到底好足个。啊，因为咱现在国力衰退，因为啊，因为咱无向外国施展咱的实力，所以开始发动战争就对了，或者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如果那是偌清，就是希特勒啦，我想要，我想要把这个中国的高金锁门锁起来，接受兵种。还有搞事业，接受兵种，所以讲中国的接受兵种，高金锁门种，我阿星啊，顶多足希望。偌清德就是希特勒，恁在看一个人徛底下讲话啊呗，就是嘛拖水，哦是啊不是，希特勒有种族优越感呐、啊，咱台湾人无种族优越感，咱台湾人无这个物件，因为哪讲，因为过去以来，咱台湾人的话台语也好，还是客家语也好，还是这个所谓影响系原住民的语也好，拢是靠中国国民党打的，是。啊，后来好不容易，即马拢全部拢列做国语啊，就拢叫做国语哦。台语即马也是叫做国语的一种就对了吼、啊，但是你来看卖啊，敢真正有影倒一个讲真正，对头到尾拢用台语来讲，对头到尾拢用伊的母语来讲的，无嘛，大家嘛是乖乖乖，啊，搁底下咧讲北京语嘛。是，哦，对不对？所以咱台湾无啥物种族优越感，伊那有种族优越感的人就对了吼。咱台湾人北京是真宽啦。哎，咱北京太宽咧，咱的包容性有够大啊大，唔知会当学高金锁门这种中国的少数民族，吼、哦，会当伫咧这里发现来，当妈咧屌，安尼就对了。你拄啊咧讲这个希特勒，伊这个有种族优越感吼、哦。我还记得伊。华去想到伊一句名言，迄当时伊对这个世界要发动历史世界大战的进程，又讲一句话啊，伊讲全世界啦，就是日耳曼勇，迄、那个日耳曼民族最优秀，还有大和民族像人一点，其他的民族都是猪啦、除了日耳曼民族就是德国人啦、啊，上优秀以外，就是大和民族日本人，较有亲像一点啊人，以外民族拢是低啦。罗清德伊也去讲这个话，伊感觉安尼讲，袂啦，心嘛无安尼想，无安尼想啦，嘿啦，所以，好啦，咁即个人也免想了，消了时间，当买个评论啦，啊，佮金锁嘛，这本来第一就是中国去评的啦，吼，这已经足够了，知啊。问题伊是，但是伊都我都调啊，伊都永远都当买在做里位啊，你我多余啦，吼，对不对？啊，就为恁两台湾人纳税，迄个税金遐尼侪钱，对啦，靠死地人无听到伊咧替台湾人做代志。开嘴合嘴就是吼，你替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做行规安尼啦。无啦，咱是安尼啦，咱是唔知影啦，但是咱知影吼，高金锁门应该啦，伫中国摕到的好处是比伊伫台湾领到的钱较济啦。有可能啊，应该是安尼啦。你会记得有一遍吼，台湾有啥物代志，高金锁门就爱走去中国讨钱，讲要转来互领完住。啊，尾啊，别讲啥物迄个钱，等于无钱无出，啥物种种。伊有找中国退货钱哦，唔是无吼、啊，中国迄个时阵，我等咧统战台湾，等咧是有可以的吼、好啦，这无啥物，无特别咱提啦吼。啊啦，看观察伊，啊，这个就做啥呢？我民进党我是感觉呐，民进党咱一切依法办理，对咱拢了解吼，一切依法办理，啊，民主自由。但是咱民进党迄个红线爱画哦，好势是，迄、个红线爱画哦，清楚了对啦吼。啊，就伫国会内底，伫台湾的国会讲出我们习近平这种话无合理。照你讲，应该你是一个台湾选出来的，即个做民意代表。
对应台伊会当做弯转，甲问讲啊，请教各委员，嗯，我们习近平够适当，我还要被管执行呢，你啊，还被管执行，马上就要被鬼了，这个不容易了。哦，那个，我想说个德文者啊，那个沟通，哇，你啊，咁讲，哎呀，哈，哎，这中国佬个潜伏啊，这人伫咱台湾，有诶叫潜伏啦，嗯，有诶根本就浮上水面啦，这个啦，所以帝国主义啊，嘿，还一堆啦，哈，啊，平常心看待得，哈，来，咱来个看卖啊，这个国民党有一个卫生油啊，叫油硬了，对啦，哈，靠，这人讲合作这个名，我那做不了呢，啊，做爱收呢啦，我就去下客人收啊去，油好了啊，这里呢，这里来油好了，这里。慢慢好了，不是银哦，不是银哦，不是，你爱叫一个剑呢？不是啦，对啦，啊一个叶啊，哎，一个剑，一个叶啊，啊，那个硬是边啊，那个，硬是安尼，硬边啊是安尼呢，硬边啊是安尼，无安尼啦，安尼啦，哦哦，啊，安尼起来啦，哦，有无？哦，是不是？啊，好了，啊，你讲叫啦油耗，油耗啦，慢慢耗会耗了。油耗就是讲这台机车咧骑啊，加油的箱，加油的箱，到底是箱啊什么情况？这个刚才上南岛的话，侬话斋，对啊，他操你，我不爱叫油耗，我操叫油烟的，我用的机啊叫油烟的，对啊，我操你。啊，后摆来讲油烟的就是讲，未来不就合作的名，看大家厉害的，好来。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这个游泳的吼，讲啊提出来要替国民党的这种叫做东山改土的东山雕的修正草案啦。啊，原本啊，摆伫今仔日吼，伫议会报告的事项吼，啊，民进党当然啊提议，这个替等于迄条做定数委员会，嗯，简单讲拖时间啦，是，改提等于就对啦吼。啊，结果想袂到呢。这个有做游泳的，这个吼，我家己就自作多情啊。讲伊要甲东山佮摕倒转来的这种法案吼，国民党党团讲竟然无动员呐。是，啊人数也不足啦，吼，咱阿无伊呾动员落去，到时咱绝对输嘛。嗯嗯。啊，伫个人数不足表决之下呢，整个案件真正怎，互咱民进党甲摕倒去定数委员会安尼就对啦。啊，民进党党团总召郭建明也袂咧甲伊客气啊，伊咧讲讲。何行不懂的东山，现在变成人打面的目标哦。是，会变成人打面的目标哦。国民党现在咧大刀王，唔敢来就对啦。嗯，啊，那白贼哥啊，这党的总召迄叫做吴国昌的这个。东都县啊。啊，胖起啊，嘿嘿，现在讲啊胖起就对啦，吼。好啦，这是这个就是打击啊。可见最近这几天，因国民党的表现吼。嗯我若无约唔到的话，因国民党的立委，因地方的服务处，包括因所谓的总部啦，应该唔在吃瓜的电话去用甲扯蛋叫啊。对啦，无可能拢大点少少啊，无讲唔这吼，都爱个小瓜吼考虑一下啦，即唔通安尼人家贵啊，无安那个唔好去啊。一定做者支持者，选民袂送卡电话去甲人支持，去甲人骂啊啦。无因即群人啊，我当然怪家呢。我们习近平交代下来的，不还当不起吗？好啦吼，安尼好啦，即简单讲者就对啦吼，即个讲叫做友好吼，啊，歹势啊，伊啊，先啊，大友谊诶，恁爱个，我就是咧去公民党这里留意就对啦吼。啊，即伊讲哦，这条案件吼，讲国民党是三十七个立委落去人数所提了，对啦，吼。啊，结果正经搞到这个这个进入议会定数诶时阵哦，很难做不到，你叫民进党讲啊，单刀等你就对了哈。当然啊，但是国民党以后会过来柯东山的，我跟你讲绝对的。即马我一搬一搬，跟咱南里面开始在麻痹，嗯、你看伊个东山要甲柯东山去啊？是啊，所以我唔知伊伫咧讲讲民进党政府你请国民党的东山请掉呀，属于人民的个人红亲情，咱也凭我个人。但是那属于亲情政府的，现在人家都用亲情遐久啊。哎呀，咱的税金起码拢收了，拢未歹。是，遐个钱较紧分分给人民呐。嗯，分分给人民，我看国民党咩啊，偷偷登来。啊，林刚也要偷成功，我拢行啊。我就行了啊，这个人民偷，你林明这就在那边偷啊。你脑子掉，你来林明那里吹啊，先拿偷啊。哦，对唔，还有瞌睡了。对了，哦对唔，我讲着你咧油烟啊油耗。好嘞，进广告，来面再个偷登来哈，来感谢。哦，柯先生你好，哎，你好，嘿，什么贵叔？
啊，我是讲，咱我过年都在吃乞讨，哦哦哦，因为后面谈谈一关咱乞讨的代志。哦，安尼好好来，感谢谢谢你。哎，我带你讲，你讲认出一好，你去把它介绍出去呢。哇，嗯，当瓜啦。哦，安尼好。安尼这乞讨，嗯嗯，在讲真正确实在救人的啦。哦，安尼好。因为是我要吃进前吼，嘿，我讲起身体哦，感觉我会使讲，哦，坐也袂坐，徛也袂徛，倒也袂倒呢。啊，你唔着酸痛？是咪酸痛啦呢？安尼哦，就是。咱这我这样所讲的什么视力神经失调？哦，我们是骨辛苦变了对啦。辛苦啊，失调哦。啊，那样。我骨在一关呢，阿亲我咧讲的是一部分失调，我是拢三项拢失调。哇，有够强了对啦。卡个酸骨麻，哎哎，到个食袂落去，个喘气喘袂得，读个个戆戆袂困袂去。哇，那样。你看骨辛苦啊，你这样啊。哦，食袂落去呢。安尼吼，嗯，啊，前个当安尼食，咱是叫做食外久去啊？啊，食冬瓜嘛。冬瓜吼，啊，即马安尼情形，拜托你甲阮。我治病吼，嘿，西药食，拿食拿当袂用，啊，中药食，拿食拿当。哦，中西药拢都有食过就对啦。头是大石头。安尼哦。对哦，即阵吼啊，我阵会使讲五十八到六十公斤，瘦三加剩这个四十六公斤左右哦。哦，安尼有影，有影，有影。不但是安尼哦，我血压更加什么？挂电呢？挂电。刚刚成管理员，管理吼，五十。哎呦，加三十，五十三十。哦。你阿公，阿你无空气哦，讲啊，我多啊，我多安尼啊，赶紧甲挂急诊，送去比去管理，去交病房哦，啊，转来哦。安尼哦。对哦。哦，迄阵我天散了呢，就要就都袂有人去食嘛。啊，你看咱那去多。我都听节目啊。好好听节目吼。我想讲。就去迄段袂当救啊！伊话其他无啥物药啊嘛，都有食食过啊嘛。嗯。啊，去检查了无病。嗯。我啥物器官拢正常。安尼。你怪了，只是感冒，只是感冒。安尼吼。哦。我自己身体失调就好。啊你即摆食咱去做高降息冬瓜吼，安尼你将你改善的部分会当甲咱讲一下无？啊，都第一，嗯，就是等食袂落去啊。嗯嗯嗯。第二就是偏吼。嗯。这种袂爽气呢？袂爽气哦，我袂爽气，拢哎靠冷气一直吹哦。哦，安尼哦。一个月去抽冷气抽13000几块。安尼哦。啊，若无冷气就咁要作气。好好好。啊，你咪去到食落去吼。嗯。食两罐。一片吼，爽气先改善。好，片先改善。哎。嗯。啊，第二啊，滴胃都食会落去啊。好啊，胃都崩落去。啊，崩十个月，我一吹饭啊，一吹汤，安尼硬灌落去。安尼就吐出来了，对啦。差不多就水吐出来。哦，啊，即卖去到。食两罐过，这个胃就开始有改善啦。我胃两罐是对这个偏喘气，好好，就小可免讲冷气吹安尼，就会当喘气啊。好好好，啊，这么来是滴胃，好好，胃这么来滴，迄种我嘛有这个坐骨神经吼。好好，我阿先叫我去喝点落听咧。好，对，嘿，好壮啊！伊，你好白噶，佮像古阿你尿噶，好白噶，你就是肥咧。系安尼哦。哟，啊，食了都这身体改善。哦，啊！这胃食饭，嗯，啊，不渐渐就是改善。嗯嗯食饭我感觉，这明明都是甜的物件哦，这变酸嘞。安尼哦。酸的接落变迄个变那种变甜的啦，啊，咸的变甜的，迄面在那变啦。安尼哦。佮因为就买咱的偏淡哦，嗯嗯，完全都变去啦。安尼哦。我好像讲过车上面，哦，安尼有其他变味啊，嗯，味啊，你啦，嗯，这款味也改善了，哦，安尼吼，那困，我这就困都没困的啦，我拢没困，因为拢没困的，只是也没困的啦，安尼吼，啊，这嘛食了小可会困的，好好好，刚刚点三四点就是增加安尼，好好好好，没有，啊，到暂时拢有改善好些，啊，身体也好啊，好安尼吼，这嘛是一个点点啊吼，哎，阿舅，一阵我去。伊中医师甲甲你讲啊，你切肝眼，嗯，啊心有小觉。好啦，真感谢吼、哦、啊，咱这大哥吼啊，这个见证讲未了，咱无切都未使，因为时间的问题，对不对？未当讲遐久啊，这时间限制较足严吼。简单讲了，对啊，自律神经失调症，规身躯拢总病，朋友来甲看，可能是要看最后一面的对，小未到啦，因为咱的石头山和伊身体拢好起来。简单就是安尼听咧，伊个毛病严重性，我伫个过程中间讲到有够清楚了滴。啊，伊啊，进前是倒伫白床顶头吼，伫个海内，即马吼，
好起来了啊，这么伫卡好起来，对着唱歌，唱歌唱较久都无要紧了，对。好，所以这个是咱叶先生叶大哥了，对啦吼，特别甲咱讲了，对吼。所以说呢，对信诚公司许多这些产品吼，他总比如伊那无科技比吼，无多啦，咱公司是就是安尼啦吼。所以那有任何不了解，拍电话来哦。做上侪询问正好，佮无副作用的产品，信诚公司只产品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是厝内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请上可咱买十款的朋友哦。买十款的朋友，你会当个经平底锅一支，经电风一台，经燕窝两盒来钓十二罐，你要个经摩炭一领，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两股数，三十粒这拢会当，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啊，另外一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那有提供一款新品。为了赠送给我们每个群的朋友呢，每个群的朋友，你会当个金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单向的糖果一盒，你要个金五目齿一些头毛巾一罐，五目齿一些纱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拢总会用起。咱一道金一行为关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啊，这首的歌曲呢，啊，一首真好听的歌曲《酒驾雷》。我的小梦的心
对你唱什么，甘愿将你当作阮的天，如今是算什么，人生只剩酒甲泪，孤单孤单，咱慢慢撑日子。空间到深深，看阮是什么，有陪伴你消亡的心，对你是什么，甘愿将你当作阮的天，如今是算什么，人生只剩酒甲泪，陪伴孤单慢慢撑日子。来，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这边会的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位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来，感谢，继续，咱过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来，另外咱今仔日吼，伫这个新闻当中呢，有来看到两篇的新闻啊。啊，即讲其中吼啊，有咱台湾人对团去到中国旅游啦，去中国旅游，讲去的过程当中，我唔知去几天几日啦。啊，我其中有一名吼。去和中国甲你也去公安，共匪甲你也去，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一困头甲你也去吼，得个关唔知偌久的时间呐，关甲因迄个团已经旅游倒转来啊，伊也未倒转来，但是到尾完了到放转来啦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吼，去到中国吼，因拄好中国唔知咧办什么外国展览呐，伊嘛去啊，对人咧摆摊啊，啊卖一寡吼摄影诶册啦吼，煞莫名其妙去互强匪掠去。啊，然后规身躯烫了了就对啦，来检查迄检查这，甲讲你迄册有问题，安怎样拄安怎样啊？来遮咱来甲听看卖。台湾人去到中国，讲伫咧举行啦吼，啥物艺术书店诶摆摊位啦，煞叫中国强匪甲掠去，规身躯烫光光安尼调查呢？最近更加有台湾的旅行团带团去到中国佚佗，一名团员去和中国共匪去掠去关几日工啊！啊，关伫内面唔知道去用龙阿伯安怎唔知影？等甲人团转来几日工啊，伊才被放转来。陆委会发言人廖文健呢，昨昏表示咧讲啊，讲搁再有类似即款的代志，旅行业者应该爱依照着旅行业管理规则的规定啊，伫24点钟。内面爱通报予咱国的观光署知影，有这个台湾民众啊，伫这个网络平台顶面爆料咧，讲讲伊日前啊去中国吼参加一个所谓的艺术展呐，啊专门吼咧展示吼书啊册啦吼，啊伊原来去摆一寡吼啊摄影的册吼，伫遐咧卖，伫遐咧展览呐。啊！看到忽然间都看到七八岁吼，迄个穿差吼含一般观众的人无啥共款呢。啊，来到遐就册安尼一本一本就甲摕起来，啊，就逐页就甲掀，逐页就甲掀，啊，就一直甲翕，一直甲翕安尼啦。结果吼，咱台湾即个卖册的朋友就讲，哎、欸，你卖伫遐一直甲阮翕相好无？你若无要甲阮卖啦，吼、你翕袂安尼袂使。啊，逐页拢他妈掀，逐页拢他妈翕相就对啦。啊，伊就一直问讲，这是啥物物件啦？伊讲就讲这是啥物物件？伊讲要紧，甲这册收收起来。对方。
搬从江从公安叫来啦，啊，就甲抓走啊啦，甲抓走啊啦。啊，我讲，诶，啊，你要看要抓走就要抓走，啊，恁到底是对住同面的人要来甲抓走的啊？你总是爱我知影、啊，你冒一个吼、哦、主管啊。拢总无话要甲带走，特别带走，但是无遐多啦。歹势遐中国呢，你当作遐台湾、喔。对啊，你当作遐当讲话路的人，嘛是硬甲你带走啦。当初恁咧讲讲，后来讲吼，有中宣部的人员吼，将家己的行李甲拖走啦，然后佫再去予公安甲带去饭店，佫再变一道啦，然后又佫再去派出所，底下咧关过两点钟啦，又佫后手佫红甲再对这个所谓的公安。捉起啦，见面甲关二十四点钟，讲伊牵涉着吼，传播一寡吼啊，迄、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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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寡无好看的多样的册就对啦，诶理由甲没收手机啊啦，兼叫伊吼将密码交出来啦，啊个将吼伊靠手铐啦，规身躯的衫裤脱了了就对啦吼，啊然后就对啦吼，甲敲遐敲遮，佮兼吼规身躯脱衫裤拢甲翕相啦。当事人伫咧精神的过程当中，要求交代讲啊，你是安那入境的？是安怎样我来参加这个书店的？啊，你到底是爱查甫的，还是爱查某？安尼啦，家庭定私密的问题，拢专门过了几来点钟了，才被放回来。单位全部物件拢无去啊，拢叫没收掉啊。了后，伊甲家己一人叔叔登来到台湾，留下了惊吓。就好加载啦，拢还都有登来啊。哎，为未离朋友消失掉也袂停的，对不对啊？哎呀，啊！这中国人都讲过啊，无代志较卖去的吼。啊，你若是偌久啊，感觉喘气喘到咧身啊，啊，想要去迄个所在，你就去嘛。这个第一个是对团的啊，嗯，头下两个过，第一个迄是对团的，归团去也是同款，照从我咧掠倒一个，该掠倒一个就对了吼。啊，另外迄个是真正家己白话，讲去参加一个啥物，就做一个艺术的啥物展览会啦。嗯，啊，伊扎一寡点样作品啦，啊，加这个册吼，去一摆。结果迄个就做啥？啊，当是公安，还是城管，还是属于迄种所谓的保安？嗯，你也唔知对什么款身份的人，对警察讲无同啊。警察讲无同啊，来到伊的单位头前了，就甲看者了，十分甲掀开了，一夜干嘛咧甲翕相啊？嗯，哦，一下安尼个无大劲，佮欠安那全同阿抓走，为甚去北甲跟伫迄个所在咧问话啊？对，即就是中国。我甲你讲唔好去啊，你唔听，我甲我躲咧，哦，对唔对？啊，这个我跟你讲啥？我跟你问我，啊，你以后要去啊？嗯，简单跟你问安尼尔就对啦，哈。哎，好啦，吼，中国这个所在无输香港远的啦，我跟你讲安尼尔啦，吼。啊，全世界有遐尼啊济，有遐尼啊济，这种就做啥？这个佚佗的所在吼。坦白讲吼，中国真正你也把名单剔除掉了，中国永远都唔能想讲我要来遐。香港啊是啦，澳门啊是，赶快。对啦，吼，大家想好啦，吼，简单讲安尼尔，无要哪个，吼，好啦，感谢啊，0800-0500-000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感谢啦，吼，来。这个了，这一再需要甲咱报过啊，哈！这个立法院啊，已经函文呐，啊，过去到这个行政院就对，哈，就是讲因通过遐奇奇怪怪遐，就做啥物呢？迄个扩管法啦，哈！啊，这个做啥呢？这个立法院对应台院调真紧的速度，随着这个做啥呢？通过讲这个上海这迄个立法院的法案，全部要甲单登的立法院，哈，真紧速度就随通过。啊，伫咧即个昨个下暗呢，已经甲总统府这边报告啊，吼啊，等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应该就核准，或者即摆已经核准，已经核准了后呢，直接就去担当咧立法院去防疫就对，吼、哦，所以唔免等总统公告，吼、哦，免等就直接就让随家提，自爱难行就对啦，吼、啊，即、這个做啥呢？啊，郭建明这边是咧讲，如果那是防疫无成功。都换民进党团提出去，嗯，哦，应该就提出去就对啦，吼、哦。那所以这个物件，咱咧讲我的意思，就是咧讲讲，当咱家己感觉讲伊这个危险的问题，伊这根本都唔是法令啊啦，已经实在是阿爸的时阵，嗯，你叫总统去公告，啊，公告了，然后再来澄清危险，什么种种的，啊，就等于咧选总统的选委都唔对哩吼，啊，你个今仔日已经证明就是爱甲总统告别就好啊，告别就好吼，还讲讲爱咧就做啥，
这个案我无多事啊，自爱难行。是。啊，罗清德总统就讲，安尼你甲担当去留法院，伊就甲担当去。啊，这个报军旗咧，向戴荣台讲，啊，你若互伊失败，你要落台啊？嗯。戴荣台应该倒强。嗯嗯。互伊失败，我赶快自爱难行。是。你敢加多个？哦。应该请安尼，你敢加多个？无才调啦。系啊，你若多个。罗成德印象嘛，罗成德总统就随时，即个都改改在国会嘛，是，大家你改在国会安尼嘛，所以唔免当我呛来呛去，这种定数咧走的啦。嗯，好啦，感谢。好，这个国民党甲这个就做第十个的这党吼，安尼加加的了，佮加两个无当职的吼，民进党全输到够欠就对啦，吼，这小组赢咱十席啊。哦，廿十色地嘞，哈，哎，十一色啊，十色啊，哈，哎，五十三嘛，十色啦，五十三加二嘛，无十一色哦，哎，十一色，十一色，五十三加二就五十五嘛，五十五加八，等于或者两五十二加八哦，六十嘛，六十，阿兰五十一嘛，阿你高兴哦，阿你阿你，阿你撸什撸掉，哈哈哈哈哈，太贵了，刷。你啊，这些人对啦，但是拢无啊，就是咱这么多一仔，你讲他做不了嘛？啊，一个十遍嘛，啊，一个能是不动牌，就给人三十个，啊，个大一点小蓝包嘛，啊，小蓝包啊，我仔细仔细啦，哎呀，那算对啦，算个对啦，所以仔细就无唔对啦，吼啊，这个就做啥？咱这么多一点，都唔免激动，唔免烦恼，一定发到处理的，吼，一定发到处理，哦，啊，做做经营之下，吼。大家免烦恼啦，吼！那比起阿变阿迄个时阵，咱讲熟悉阿变阿不知道食啦，即阵阿发到通识啦，哦，对唔对？阿都拢做进来啊，对，带动起阿都做进来。对对，好啦，好，来刚上插播哈，刚上好不了，下面再个倒转来。大家好，我是芒果王子杨哲，您今麦所收听的是上界本土、上爱台湾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人讲君子交陪，以德会友。今日上来天气介绍你品质纯洁的高山乌龙茶，互相来交陪。感谢你这几年来对电台支持，介绍正港原产地高山乌龙茶，清香的茶叶，每一片拢是咱的用心。天地干货，食茶润喉，每大斤优泰1200元，专人送到府上。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Baby， 今天开车出门玩？不要啦，你知道现在出外，不仅马路有三宝，还有名车满街跑，万一撞到赔不完，想到就晕倒。别担心，我帮你准备了中级车险护身符，强制车险先打底，第三人责任保险再给力，超额责任保险防万一，三件齐发最安心。最重要的是小心开车。以上广告由保险业务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供。你敢知影为什么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要透过立法甲教育，教囡仔真正了解尊重相互差别，唔通让囡仔因为无同性别特质受到霸凌歧视。嗯，安尼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咱来打造快乐合适的优生校园。4月20到28日，伫咧台北市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朋友做伙来到闹热。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乖孙啊，你提这只 OK 棒甲伊用嘴烟是要创啥？我要提起网络拍卖啊！袂用的哦，这物件拢是医疗器材，爱要有管理业有相许可执照，并且爱有实体通路店面，才当申请伫网络卖哦。阿妈，你哪会拢知？是有师傅咧宣传啊！会记得，一般民众将医疗器材提起网络拍卖是违法的行为，相关会当罚200万哦。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哦，出来！哎，开冷气。嘿，冷气是一等的妖怪呢。哦，用过只要简单清洗保养，就会当新的哦。我知，鲁邦每2礼拜至3礼拜就要清洁一摆，会当新10%的冷气用电，过当好室内空气清新。哎耶，冷气鲁邦还用他们的清啊，甲清水洗，冷气再当凉个新电。今年热天新电，为洗鲁邦开始哦。以上单元是经济部能源局广告。我们是伫这的等待，予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是点赞的灯。不是所有的付出，拢会成功。
世，要将保重正常。但若是有付出，就会成功。人讲小事嘛，得变英雄之勇。就爱勇敢，不惊风雨的阻挡。最后一定会记你的太阳，不是所有的付出拢会成功，不是所有的人拢会做英雄，就爱坚持心中一地的理想，脚踏实地来将无用坚强，但若是有付出，就会成功。人讲失不落，得变英雄之勇。就爱勇敢，不惊风雨的阻挡，最后一定会记你的太阳。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摆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啦吼！啊，咱节目一开始呢，咱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呢，就是咱台北市陈先生来点播吼，啊，新演唱的歌曲《政治》，就是安尼算。科幻是什么？诶，科幻在卖什么？当年那日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还可以安尼算？诶，科幻是什么？诶，科幻在卖什么？当年那日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安尼算啊？来哦，您敢嘛对记？一个话像赵孟成送一个，一旦啊出大事，这就真大条了。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大家就伫咧立法院主席台头前大声喊着：“一个话卖台啊！”对中国来签着一个话，台湾的主权就会先被牺牲掉。一个话是三阶段的卖台骗术，您感觉阁会记？台湾甲中国签一个话，问题就是失业、失业、失业啦！我拢会记哦。一个话是啥物？今嘛啥人有记得？马台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伊安尼算。下课啊是啥物？今嘛啥人有记得？马台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安尼算啊？来哦，过来贯彻一下大家的记忆。签一个话，这种无平等的条约，这是为一中的市场咧铺路。一个话，只敢有少数的财团得利，多数的传统商啊，全部拢总会受到伤害。
一颗话就是从台湾的命脉输入中国的壳啊，这是香港话的开始。一颗话一旦签落去，十年来台湾所有的产业拢爱对中国开放九成以上，到时阵问题将会无法度消失。这拢是政治家讲的，你敢搁会记哩？沙拉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要代协议那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好伊安尼算。沙拉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要代协议那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办好安尼算啊？哈哈哈！这不过是当时咱番一句话所念千万句当中的几句，但是念啊多，你有听到一句话是会使终止的无啊？来，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一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啦吼。咱知影伫台湾最近真久的时间啊，咱卖讲最近啦，因为吼啊有可能吼劳工的人数无够啊，所以劳工市场吼这一块吼，咱得爱吼靠外国的劳工来甲咱斗相共。啊，当然真正对外国劳工来到咱台湾安尼做工的朋友。有心情在要赚钱的，那是真好。嗯，但是有的不是呢。嗯，话走来吼，就做无两工，爱就落跑啊。嗯，啊，那女性落跑，有可能去从事迄个色情的行业。嗯，啊，那男性吼落跑的话就对了啦。伊要走对，咱唔知啊。但是听你讲吼，拢走去领一寡吼，唔免搁再吼比迄个什么看狗啊公司搁再抽一手去的啦，比什么搁再抽一手去的。去工地做临时工啊。啊，就对迄个工地去，啊，无对山区去。嗯。啊，但是呢，有个人是去做歹代呢。嗯。伊咱去咱看到这篇的社会新闻呢，你讲吼有掠着吼外国籍的外劳啦。嗯。啊，原本嘛是吼照常依着劳工吼，外国劳工吼来到咱台湾做工课，啊，结果做到一半就落跑啊，搬走去秘伫山区啦。啊，即摆开始种啥？种大麻啦。嗯。啊，开始咧吼卖啦，啊，当然你也着伊才敢讲卖啦。伊讲阮家己要食诶啦，安怎样啊？拄安怎样啊？吼，来，咱即篇来甲听啦吼。你讲台中市和平警分局诶，环境昨昏宣布吼，伊去假扮着吼，假做事人啊，假农夫啦，就是吼警察啦，上山去掠着吼，姓宋，这个宋不特殊哦。嗯。送啊，嗯，天上啊，迄个送啊，送人物件，迄个送啊，吼，啊，唔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吼，送送啊，送物件的送啊，吼、哦，啊，佫有一个姓病的女子吼，迄、嗯那个正平凡的病吼，你即阵拢真奇怪吼，姓送加姓病的女子顶，啊，佫有包括一名姓甘啦，顶三名泰国籍吼，失去了联络的外国籍的劳工。啊，去共占用啥呢？占用咱台湾吼，地产国有地啊，去栽种大麻啦。啊，总共吼，去用甲超出50丛的大麻哇啦，包括两组安非他命的吸食器啦。啊，另外佫再掠着三名失去联络的菲律宾籍的外劳呢。世上这名查甫人顶啊，三人就对啦，伊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包括窃占罪以上。台中地方法院吼裁定吼羁押禁见，和平警分局呢
伫今年三月执行安基专案的时阵呐，去掠到失去联络啊，这个啊，西藏的这个啊，泰国籍的外工顶三人伫雷山呐、啊，伫雷山的工寮内底吼，啊，材料吼啊，两张大麻。啊，三个人就讲讲啊，这大麻吼啊，是人送因来摘的就对了。讲啊，这个无另外，这个是姓宋吼。啊，讲这大麻是另外一名姓宋的查甫人，安尼送因给因摘的就对了啦。啊，警方随时就请报啦吼，报请就带中检察官吼啊，指挥搁再来侦办。啊，因为这个姓宋的查甫人定人摘成的大麻，一地点是足偏僻呢。啊，嘛真歹监控啊！和平警分局加着台中警察局吼，刑事警察大队来组成专案小组，加办做吼，伊嘛是做熟人，啊，带队山区里面调查啦。跟踪偌久呢？跟踪两个偌月啦。确定讲吼，啊，这个涉案的人员呐、啊，啊，包括财政大麻的地点呐、啊，再报请吼检察官吼来申请搜索票。五月初二日，兵分道路来到雷山，正是江寮的所在，来去遐吼啊掠人，啊去掠着吼涉案失去联络的泰国籍外国籍的这个啊泰国劳工吼姓宋三十三岁，佮另外一名姓平的女子四十二岁，姓甘的查甫人四十二岁，顶三个人，并且意外佮再掠着另外三名菲律宾籍的华人。啊，以上吼啊，这个移民署来收容，检察官、警方调查咧讲吼，姓宋的这个查甫人甲姓平的女子啦，因这早前伫泰国都拢有熟识啊啦，啊，十当前做伙来到台湾吃头路呢，啊，了后就失去联络啦，煞单走来秘伫雷山家啦，啊，就开始吼。都当开始吼，伫雷山遮讲吼啊，到种这个啥啊，什么蔬菜啦、水果啦，啊，赚工钱安尼啦。啊，用的时阵呢，就要紧去找一寡吼国有地，啊，含世间的这个查甫人做伙吼去摘大麻，啊，去咧赚钱来换取吼这个安非他命，啊，来大家做伙来吃啦。因为安尼三个人占用国有的地来种大麻，专案依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吼七占罪来依上，并且由着检察官向着台中地方法院申请区啊批准。食安非他命到底即群人，伫阿未来到台湾咧食头路，伫因泰国伫菲律宾倒咧食。啊，是来卡迄二条，无可能啊！一定是伊第一条就有啊啦，啊无你要种大麻，有咧啊！你做爱你爱种一寡地不有诶，是啊，叫你种大麻，你反正嘛来去研究一下啊。无可能，我嘛无去那边啊。我知啦。我即马我即马是咧讲，因即群人到底食，伊是因为食安慰他们，无钱啊买安慰他们，所以同我种大麻去买，啊用买来的钱去买安慰他们来食啦。我底下咧想讲，因即群劳工。到底是伫因外国，就是伫菲律宾啊、泰国啦、啊、吼啊遐，因本身就开始有咧食，啊是来到台湾口咧。应该是本身就有咧食，我感觉是安尼啦。哦，应该是本身就有咧，但是又在加药的啦。无，我即马有一个原因无。一般食毒的人，伊是唔敢离开伊家己国家哦。你离开我家己国家，我要对买毒啊。食毒含食烟、食酒，普遍都无共。无啦，食毒的出国唔是对。我阿姨在两扎都出一下啊！无啦，开玩笑、啊。你讲都出国，好我好你出国，你要处理去日本，我讲价钱啦，去日本只能十港啦，只十港都变你变哪办？你免烦恼啦，你那钱都垫了有啊。好，安尼哦。连去到日本都我都来哦，靠腰。你是到位那边拢有啦，哦，全部拢有啦，真在烦恼啦。你哪去中国遐垫了蛮多啦？哦，啊，所以。即、这个警察咧敲手机啊，时阵有当时啊会破这个了，突然间阿伯讲刚上开花都不，就是因内底诶通讯内容啊，讲着都有一个咧卖了对个。啊，真正厉害，对啦对啦，所以咧啊，好啦，迄毒品哦，家里边啊，即个外流了对个，咱咧讲了这伊讲了对啦吼。即因来了以前弄一个团队，就是安尼做个建设公司吼，因咧工地吼欠工嘛。啊，欠工的时阵，你若平平吼，姚林啊，伊是台湾本土的，啊，我是德这个四人的劳工，就是德造的迄个瓦炉了，对。建设公司伊要用我这个瓦炉，伊不爱用你本土的。是啊，我跟你讲，做甲段时间要搞的时阵，这是较早啦吼。做甲段时间要搞是免领薪水啊。免领薪水，因为不警察。
哇、哦，你嘛是挥泪呢？再去不警察，啊，那了警察要来之前呢，伊、嗯、就甲只话了，讲讲今仔日警察要来，紧走，哇、哦，话了听了就走啊，钱嘛唔好呢。无啊，安尼，嗯，安尼根本就是，我感觉呢是上挥泪啊。阿辉，哎，以前就是安尼啊。你会当共请较少钱，阿未来唔卖。啊，但是，人来遮是无大行，咱因来遮是大行无呢，无厝呢，无朋友呢，啊，就是干那靠钱，来你换三顿换水厝徛，啊，是讲你的建设公司有宿舍好大呢。啊，这是我这头家飞堆，做了不是一个尔，还讲在那工地分出头了，对不对？啊，这我今应该不是头家是工头，我就是人，咱是不是有当时啊，拢伫迄个外口墙阿边啊？你请那个什么草工啊？对，不林子工啊，什么回事啦？吼，啊，不离哥哦，是来讲真天啊，台湾我那家己爱做主的就对了，吼，无啦，有一工啊，吼，哎，你阿那想啊，想袂到菲律宾人，因为去想着讲有一工菲律宾的人爱出去做活，做活了，菲律宾啊，嗯，阿那想嘛想无，是越南的人，过去以前越南的经济退化偌大，嗯，阿那想啊想袂到讲以后伊的囡啊，伊的囝哩是的。爱出国去做活，啊，个是个大客嘅，哦，啊，台湾嘅，哦，台湾咱也无好啊，家己过好势就对啦，吼，诶，有影得到一间啊，但系都未少咱啊，是，咱即个年会讲要去做活咯，咱嘛无爱参与，好啦，来，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即个毒品即个物件吼，实在是真正即马，以前咱拢讲毒品卖吸，诶，这是有效嘅，嗯。但是今麦你甲囡仔讲毒品卖砍吼，伊今麦毒品已经外表已经改甲包装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甚至啥物彩虹粉啦，啥种种，你、根本你看你都唔知是毒品啦。哦，根本你看未出，伊就是毒品就对啦。哦，啊，所以这些是加足足加工，这愈来愈即条做啥愈泛滥。无啦，啊，你讲唔是毒品诶话就对啦。嗯，你囡仔看到你嘛怎讲？嗯，啊，这个粉啊，阮啊无咧食粉，我嘛无爱去甲北济啊。啊！你那老结婚嘞？哦，你是意思是讲伊就老结婚嘞？讲我这个婚，曾经把我结婚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而且大家吃啊，你那你要怎样上好起哄的啊？啊，起哄的，啊，阿先阿姐啊嘞，阿钟大哥姐啊嘞，没有你那里想啊？啊，你不大？哎呀，你这听着，不大，那嘴巴薄嘞，没有，对不对啊？你那里是安尼啊？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相关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好啦，头拄啊有报就讲台湾人去中国旅游啦哈，啊，另外后台湾人个别家己走去，啊，结果去哦，这个公安拢啊拖伊吼，啊拖去了后呢，这个身躯绑了了，他妈的问话就对了哈。这是来讲起来，这个啊，我来讲在中国卖去是变啊，讲较听有人就唔知啊哩咧吼。啊，这个单独去的，这个啦，讲是去参加迄南京艺术展啦，南京艺术展啊，底下摆摊啊，咧就对啦，摆摊啊，就一挂摄影作品啦，啊，甲伊的一挂创作个对。结果去哦，这个公安认定讲，啊，你再来对可能有啥物挖哥啊是安那，拖啊拖啊，你问你就问嘛，规身骨啊，北了了啥物意思？是啊，腾腾腾对，哦，甲恁爸你啊，规北了你咩干？其实啊，你讲讲讲习惯，你讲你考考你，好啦。继续看新闻下来，来另外，咱要来个看一篇这个印度的选举啦。印度听你讲讲最近吼，德都打大会，算大选选完尔，国会啦，大选选完尔。啊，一篇咱来个听看卖吼，这有一寡吼真好笑的这个代志发生啦。印度最近国会大选都打选完，啊，虽然由着印度总理莫迪。会当阁继续执政啊！简单讲就是吼，算莫迪你是当赢啦，啊，和这个总理莫迪吼，会当阁继续执政啊！啊，选完赢了，咱国的总统赖清德吼，总是吼，就是免不了一个祝贺嘛。发一下电报，发一下电报祝贺啦！啊，结果这个电报吼，安尼发起了后，去甲莫迪祝贺讲伊当选吼，啊，当选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总理，未得来向平会知影咧。平会单去甲印度警告，讲你要注意哦，这个、台湾的总统吼，甲你吼拍这篇贺电来吼，因是有目的的哦，要注意哦。对啊，目的啊，要甲庆祝啊，要甲恭喜一下安尼啊，当然，莫迪伊嘛回应吼，
赖清德诶，即个普诶文章啦，啊，表示讲愿意要来加强咱台湾甲印度之间经济这方面的合作啦。啊，来开始就是咱拄啊讲诶，中国诶外交部就跳出来呛声，讲你印度，你未当配合台湾啊，来做啥物经济合作啦？你爱对这台湾呐、啊？你爱对这台湾赖清德了对啊？这篇诶贺电福利，这是有政治多无？你知影无啊？当然，这件代志闹来到今仔日吼，咱国的外交部也有反击啊，讲你中国无权人插嘴阮台湾甲印度的关系啦。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强会啊，昨昏呢啊，伫这个网络顶面呐 啊， 啊，比这个迄、这个啊，就是大概差不多这无念嘛啦吼，就大概就是安尼啦，就看咱吼，这人做好伊啊，吃醋啦。啊，当然印度政府是真愿意吼，要和咱台湾做经济合作。对啊。即马目前，除非共阮吼是无民主的共和国啦。嗯。无即马所谓的台，即马所谓的全世界民主国家对一个和咱台湾经济合作啊，嗯，就是较公开、较无公开安尼尔，较明、较无明安尼尔。嗯。对啦，咱的总统都以前吼，迄、那个什么人，我现在袂记。蔡文，唔是啊。你选总统的时阵讲过一句话啦，讲啊，我即马得，甚至阿哥唔是总统，所以我要出国啦，要出国去创啥会安尼就对。啊，要访问的唔是迄种迄落美国还是英国，哦，敢若像是要去迄、那个做澳洲啊，对我袂去啦。嗯、啊，伊就讲一句话好笑话，家、己讲的对，伊讲讲，我若选掉做总统，我就袂当出国啦。伊家己讲起句出来对，哎啦，是当出国，但当去办高官，是，啊，出面所在拢无可能互你去的对。啊，这个白宫吼，美国对咱即马愈来愈好啊，有无吼？啊，今仔日新闻咧报讲，F-16 相关的装备，讲伊也要卖人安尼。不过美国你袂当邀请一个民主自由台湾人民所选出来总统去白宫做些人客嘛？你唔敢吗？你唔敢啊？说无邦交又阁如何？是，无邦交就无啊。你啊看白宫伊较早伊就生迄个访问的人。嘛是为了无邦交，有诶嘛是甚至无国家，我对唔对？达赖喇嘛到即马到国家，啊，咁样。以前听你讲讲，以前有啊，以前土伯是一个国家，啊，但是叫土尼啊，我对唔对？啊，土伯迄、那个，迄、那个在台直接会当，迄、那个上是土伯起啊。达赖喇嘛是啊，当时在咱加美白宫底下演讲，在咱去国会演讲，啊，咱大声就无多，出英文嘛无多。哦，对唔对？所以美国你若要对台湾好，我作感谢，但是麻烦你做较大胆。嗯。啊，中国是要安那哩啦。嗯。哦，对唔对啊？我迄阵就讲嘛，你讲我们第七舰队开过来，要来阮高雄港来做一个保险嘛，是啊，唔是啊？就看强威会变啊。嗯。看变啊，要抓你，要抓飞弹，大家来小抓，抓飞弹，那个兵较济啦。哦。好啦，来，感谢啦哈。来看这篇哈、哦，这个中国啊，今日啊已经片面宣布要取消埃克瓦协议当中早说清单134项的产品的关税优惠措施啦。啊，这个叫做134项的关税优惠措施呢，要甲取消，要甲片面终止掉哈。这什么时阵开始？6月15日生效。嗯。啊，今仔日用6月17日啦，就对啦哈、哦。结果呢，陆委会发言人廖文杰是哦。伊今仔日表示啦，啊，台湾这边希望啊，如果那是 WTO 留落来问题的话吼，安尼是不是两边会当坐落来，透过 WTO 的机制来讲安尼就对啦吼。强辉啊，要终止的这134项，之前已经终止足多项啊，你讲比如之前已经终止几项啊吼，啊这边是较大规模的就对吼，134项，这内面有南边石化业啦，是。纺织业啦，钢骨机啊，等等这些物件，啊，以前讲放伫埃克瓦早做清单，就是讲因去中因的税金会当继续缩，吼、哦，加减税金就对啦，吼、哦。啊，即嘛国台办咧讲讲，歹势是咧，因为安那呢，即个做外清的东局，我讲外清的东局，不是讲台湾东局吼，无要签订九二共识，吼、哦，所以因不得不进一步搁再终止埃克瓦部分的关税，即个啥减量安尼就对啦，吼、嗯。哦啊，结果呢，头我咧讲的，就是讲这陆委会诶，这苗文杰吼，这苗文杰陆委会发言人啦吼，诶，陆委会发言人讲出句，我听到到底是还是够恶杂的，你敢知啊？吼，苗文杰讲吼，中国从134项埃克瓦早说清单要甲咱片面终止取消掉啦，啊，咱的态度就是再次强调，就是讲大家会当坐落来好好啊讲安尼就对啦吼、嗯，啊，苗文杰咧讲。
讲即卖呢，中国咧讲咱这边有一寡项目，嘛要相对去开放，有影着。因为迄阵埃克华是阿马英九的时代个先后嘛。是。啊，但是呢，当时啊，就是讲咱当中国的农产品，啥物都未使未来。啊，台湾这边是会使过，是，我迄阵断无唔对啦，吼。啊，所以呢，讲即卖要用埃克华要来对付咱台湾啦，吼。啊，希望就是讲呢，即条做啥呢？会当透过 WTO 的世界贸易组织吼，诶机制来谈啊，从我脑壳里含去做坐当谈话都阿顶咧讲起，对啦，迄个无可能个代志，两个话是话爽个尔，对啦吼。啊，伊咧讲讲，啥物拢会使讲，甚至咱即马原本未使开放个物件，大家嘛拢会当开讲看卖啊咧啦吼。啊，唔通单方面啊片面就搞，即个终止掉，是，即个可话早说清单吼。啊，咱这边感觉足遗憾啦吼。啊，希望相变的，当好啊协商。我想要阿杨文杰讲，你家人卖出来讲话好唔？嗯，从此就从此，你点点就好啦嘛。你搞清楚呢，你是无迄个大唐而从此的人呢？是。哦，这头拄仔咱这么要开始，拄仔打听一条歌，一口话是虾米嘛？我跟你讲，这条歌去五堂后，无人知咧笑啥啦。是。对不对？个火灯过了，有人在咧笑啥啦？埃克华伫台湾有咧进行啊无？全部拢咧进行啊！埃克华虽然胡茂动落来啊，是，但是胡茂透过偷走的方法嘛进行啊，差不多七成啊，拢伫台湾在咧进行，拢咧进行啊，对不对？哈，中国有来台湾做办公室无？中国有透过台湾咧洗山地无？有啊，金毛特区嘛拢开放啊。虽然迄个胡茂听伊讲是战争的地理法医，简单讲就是冻结起来了，对。但是属于种胡茂对面的，拢总系啊，拢总咧偷走啊，因为对人台一句话咧讲啊。台湾有一寡对中国无开放的物件，这几年来，阮已经开放足济啊。是，听懂没有？啊，咱较早咧看那科话是啊，念头，大家跌了晒哦。阿娘问过你家己底下咧讲遐话的时阵，你拢无想讲啊，当时咱阿兰咧没那科话。啊！你刘文杰，你过去带人带出来，民进党规帮抓，去甲马英九回去咧。是，去甲马英九回去咧。讲阿派就去咧，他才讲你袂带，其实唔是，是大家做伙咧袂。丢人丢到家的报销都是上手机，就是这啊。你人反对的，阿讲嘿，咱拢赞成。本来咱就不应该甲中国行上话。啊，结果呢，即马话咱即整了，拜托诶，刘文杰家己竟然我脱口而出讲。这几年来已经对中国开放足济啊！伊咧指的是哪胡茂啦？胡茂就是胡茂啦，已经开放足济啊啦！啊，结果呢？好啦，所以咱有人别出阵啊，朋友咧讲讲啊，迄个台北什么种种，啊那要来无袂见啦。他在那念头诶，叫在政治啊争吵诶，真正样样吼。讲这话拢无想讲啊，较早咱是安那讲一个话，啊，当阿咧讲家呢做官诶吼，真正足讨厌伊啦，你讲。好啦，来啊！我拜托姜伟啊，靠气票的，你卖一行来啦。麻烦的，你直接个埃克华终止掉啦。你直接个埃克华终止了后，在恁中国的国台办开记者会讲，民进党嘛埃克华未来，但是伊都唔敢终止，我即马要甲终止啊啦，终止啊！中国应该是我那唔敢去困头装明星啦。我感觉讲，伊应该是我那有所顾虑啦。我也感觉是安尼。无，伊是要零地，中国种零地嘛，零地嘛。啊，你就看台湾没有零地无？啊，对啊，台湾足乖啊，没有零地啊。啊，是台湾，我坐落来好好啊讲。啊，是台湾目前即马，伊是感受着讲即马是咧零地啊是。啊，是感觉讲无关要紧，我当然知影。讲到即个，大家几百块啊，做新闻哪拢无要去写文章啊啦。啊，即个已经对，即马你嘛去写两篇啊，一个我去写。即那就迄个什么人啊？国外的个性讲这直接跳过人过啊，很贵啊，唔卖去讲啊咧。所以台湾人啊，什么拢无欠上，什么拢需要争取，多一项免争取啦。老啊，台湾的老啊，真正有够济了，对不对？好，来，感谢啊，0800-0500-6668，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好啦，卖个讲这个啦，吼，政治会议大家免上激动啦，吼，这今仔日讲歹，明仔再甲你讲变好诶。对啦，对唔对？爱好比你熟悉啥吼？啊，咱来进攻。明仔再哪个有这篇，你嘛是去拖出来念啦。啊，错唔免，因为这是我心头永远来听。一阵咱为着一句话，你按我电脑内底画着一句话，一种讲话记录，全部拢留落来呢。啊，结果大家全部笑讲，你留起要讲啊？这样提哪里啊？佫唔知。啊，来进攻就进攻过来。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受的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星。圣山喜乐星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能。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咱咱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星，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诶，这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伊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的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些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的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你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癌症、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脉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诶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诶流能，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又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强硬强，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数颔棍啊紧，颔棍啊紧，安尼硬强硬强，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个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阿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遐会增加，即我脑相当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形是还好，咱要先看报告有够清楚，就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所以就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我报迄落清。除了这边做清楚，我报迄落清以外，信任公司。许多山，这大家拢知影吼，配合能骨锁，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这白酒，包括的差不多讲讲五宝喜乐清吼，啊补肾健，这是咱南苏朋友也不算，食补肾健吼，未顺数哦，你放了家己知影吼，血红素，佫是贫血需要一笔产品，免食食物哈，食迄个补血迄个吼，还有呢。我那补会搞别搞，哎，用我基础了的。血氧素真简单，免乎你当刀、当兵啊！啊，补会的那个煮啦，有诶无诶，安尼废气啊！血氧素真简单，早暗
加吃两粒两粒，一到时啊，佮加两粒，安尼就 OK 就对吼。这是咱血红素，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嘞，感谢啊！特别的时间呢啊，咱来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听众朋友，我已经要表达啦，吼，还是有啥物其他议题要来讲，轻松啊讲，趣味啊讲得好，吼。啊，咱的电话这是2699456，2699456，吼。啊，麻烦一个电话啦，卡通呢，这个收音机较金毛，较细声是金毛无声，吼。啊，听电话当得好，吼，听电话当得好。啊，随我进电话当讲话，尽量发大声、较大白的安尼，吼。好来，啊，这个到咱另外生活区一个，吼，啊，电话来啊，来，好来，来，咱即马就来个接可以的电话，吼，来，嗯，哎，你好。哎、欸，你好，两位大哥辛苦你们了，哎、来为台湾奋斗，不干不干。哎、欸，想请教你哦，那个阿生、阿兄啊，大大兄都啊，讲讲就，因为我是原生家庭是拢讲台语啦，哦、我唔捌听过捞啊，我北部都唔捌听过讲捞是啥物。捞啊，你唔要听过。嘿、欸，我在那个收音机听好吗？哦、我因为很小声。阿亮、哦。哎、欸，我在收音机。好，我等下来解说哈。感谢。这捞啊。到底是刚才阮南部咧讲呢，伊就应该是无可能，全台湾拢有吧？吼，应该全台。这个捞啊捞吼，这个捞就是简单讲就是白菜啦，哦，就是白菜啦，吼啊，或者是讲呢，做一挂迄种了，做简单讲就是骗人啊，是，就是骗人的代志，就是叫做捞啊，对啦、嗯，就是叫做捞啊啦，吼。啊，咱台语足趣味啊，吼，这阿边啊加一个轻音的吼，就是快未起就是。你像阿先啊，较早常常咧讲这政治人，我拢讲政治啊，政治啊。啊，就阮台南来讲，阿边加一个伊啊，那就是快未起啊，就快伊无就对啦。啊，老啊，其实就是骗啦，就是骗子啦。老啊，就是咧讲骗啦，咧讲怪啊，这作家作家以前都有啊，这老话啦。但是一直到个后手，一个美国作家来到台湾写一本册咧指控。迄、那个高文天，那种叶克膜一件代志，然后阵较互人去感受着，讲哎，我出根本就只骨啦，赖尔赖尔就是种个白贼啦，白贼啦，英文赖尔就是白贼啦，就是骗子的意思。啊，所以咱就底下咧想讲，是不是以前的人，以前的台湾人甲赖尔，嗯，要讲赖尔讲甲未足标准，大讲成捞啊。气，啊嘛是讲啊，别说，啊不你上罗列，别个嘛是安尼啊，罗列别个面露的车啊，你台湾人敢没得过去啊？讲辫子，啊莫讲面露的啊，哦，啊老老那罗罗罗的克斯罗列啊，克斯，哈哈，来来这可以来，反正老啊就是咧骗，就是咧骗人的啦哈，哎呀你啊你啊，哎，哎阿香啊，哎嘿嘿，他大声些来，嘿，你买为为一个话题的话他。没啦，伊讲伊讲以后未讲啊，伊今仔讲以后未讲，明仔再去讲安尼啦。系啦，伊拢安尼啦。我若上高地啊，就讲啦，新闻啦，我就讲。没啦，因为我讲了一天吼。哎。我做报关做三四十年啦。做做啥？报关的呀。报关哦，报关哦。因为哦，这是两方拢有利益的啦。啊，咱较早买关的是不是安尼讲的啊？啊，这是因为哦，无讲做讲的啦。嗯。伊那。做人做头的就讲做讲做人歹，你听无？嗯，这正对嘛？啊，你就是反对，他就是捞啊，这里就捞啊。出来就是在于啦。嗯。因为吼，你民进党的人家讲吼，买十二吼，你也就在咱台湾的中央挑起一点，无这个官位。嗯。啊，你就当了吼，当因为吼，因为共产党吼，伊在顶面家嘛，顶面家给他删除嘛，你买这几百个你删除啦。嗯。啊！恁大人唔敢删除，恁删除会叫。啊！你都啊，初一啊，你吴平向登去啊，系啊。你后边啊，那算又算未掉。啊啊！你啊，迄阵随即种随个终止掉的时阵，现在就免得这问题啊。所以从蔡英文来阿三年去做工过。哎呀。对吧？这个咧，我就要个删。好啦好啦，这咱我这已经唔免阁讲啊，非得简单讲，之前讲迄未大条款啊阿表呢。我想你特别拢讲个。讲几所错呢？讲个真的讲啦，因为我付出太侪心血了呀。是，这上个初中哦，
主人死，阿伊就无代志。嗯，你若甲切落，主人会甲你。对啦，阿你会当卖替一口话讲话啊，对不对？哦，你个这么说，你替一口话讲话。阿什么呀？嗯嗯，因为咱无钱为了。嗯，人讲我意思讲，你无咧做官，你唔当伊听听处理对啦。我无做官，但是我听过遐官安那讲。哎，我到伊家人个东门问人个问嘛。啊，对，系东门话啲好啦。感谢感谢。阿你仔啊，仔啊，仔啊。系你好。哎，两位大哥好。我打个台，你好。啊，我看伊咧讲什么？我们啊，我们家老爷啊，这个。表示讲啊，我们习近平安尼哦，已经有得到斗阵真久啊，唔知系讲我们。啊，迄个行诶，你当作习近平看你公公好在好在你，你讲你当作个天价。大意咱嘛无法多。一时一时有影安尼讲啦，你问看好在好在，我做天价咧。嗯。啊，阮台北吼，我台北诶，阮台北阿哥一种吼。是咧讲许都飙啦啦，飙啦，飙啦，太惊啊！这个太惊啊！替人咧做拍手啦，啊，伊种个哦，替这个奥卡，这个阮台北个另外一种是咧讲飙啦，飙我讲啦，飙啦，飙就是咧飙惊艺术啦，那是咧嫉妒型的迄个啦，那就是嫉妒型的，好，好，来，卖讲著名啊，听到，卖个讲嘢，来，你，哎，你。有啦，这是较侪岁的人在讲。啊，你北部还是对党？我北部。哦，对对对，那北部有啊，北部拢有老啊嘛，南边。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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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惨啊！强啊是惨啊！对啦，无共款啦。哎呀，啊，头顶惨啊！强啊，是啦，这拢有人。有啦，是啦，这拢有啦。哎呀哎呀！这不是讲北部甲南部啦，这是较侪岁的人在讲。较侪岁人在讲对啦。对啦。你看对老啊吼，好好好，对啊，哎来，哎，你好你好，哎。有，有人接来无？接不起来。如果是这个QQ，来了。喂，哎哎哎，你好。啊，我跟你讲啊，老外是哦，按英文翻来就对了，因为古人和日本通知啊，日本哦，因若讲英文过来，因拢讲做韩文的，啊，因韩文咱变韩文都是。啊，那嘛做韩文的。当然是做嘛。赖尔，按闽语的英文讲赖。我讲起来听啊，不爱听啊，那可能无。哦。这小姐，因都太单纯嘞。因都没有老话，真唔知。唔是啊，伊冇听过，冇听。啊，有人真正冇听过，真系未听。你两个衰仔，我啲衰吼。啊，来你了，嘿。喂，阿星啊。哦，来了，来。哎，你好。阿林，你头拄播你唱一条歌，经历了点什么？快乐嘞。哦，好听。阿星，那讲要甲八台点，讲要叫你唱。无啦，你今日我只大五年，你今日我五年啊。五年。系啦。八台都无哦。无，即今日我五年。听诶，听到。因为八台阿未去美国去啦。系好听啦。啊，可惜你唔得爱放出去外口人，无啦无啦，电台，啊，其实网络点就有啊，伊闹上咧多啊。啊，请问啦吼，嗯，这个中国佬是退休哦？无，出头，嗯，放一个长假咧啊。伊唔是讲要放互恁两个做啊？要未啦，要未啦，伊去出头放长假，啊，休困，休到到感觉讲唔会使，安尼个长啊，安尼啦。哦，安尼啦，啊，伊都足侪放假拢无去出头啊。嗯，哎呀，好啦好啦，谢谢你啊。好啦，你游山玩水啊，来，你好你好，嘿。好哟，老啊，台湾讲起叫做苏拉啦，同新中国是苏拉就对啦。老啊，那苏拉都讲我，苏拉是笨，苏拉是无老啊，我讲骗子啊，老啊是骗子。哎，你当老师那个2500那个案了不？哎，哎，跟你讲，国去丢起那个案嘛？有啦，哎。你还真真的，因来有，大家分荷人，安尼不知犯罪不？嗯，哦，你看犯罪，啊，迄个事实的代志，看犯罪，也无咧讲老外话啦。当老师哦，创一个啊，过一个，我来应几万张，我来送啦。拜托，迄个2500二千五百号，国语文，你都唔捌听过哦。我了解一下，啊，国外讲哦，家人哦，好啦，你唔系睇过，你唔知？我四百张爱有贵哦。啊，你唔知？唔系你唔知，咁你叫做2500个关语文吗？我唔知啊，你头先你讲叫张仲义张老师应几万同咱来合法的啊？你唔系？来，大家好，大家好，哎，你好。像我讲一个较迄个明显的迄个老迄个老化的代志。哦，譬如讲。2000年的时候，你当阵在阮这个所在吼，无人敢穿阿边啊啦吼，啊就是一阵遐个老，足老的党外遐个迄个独派的时代吼，
哦，啊，大家招招啊，出钱出出嘞吼，啊，找一个某一个迄个老大的厝，啊，大家成立边啊边啊，迄当阵两千年的后援会啦吼、哦哦，啊啊来啊边啊在调安哦，哦啊大家就安尼，迄个拢来闹热吼，哦啊过来干两千空四年，迄当阵一寡。迄当阵唔敢穿阿弟，反正唔敢穿阿边啊，阿老妹吼，你是到底冠军？你了拢出来咧穿阿边啊？你是到底冠军呢？啊，迄个因爱的目标吼，唔是要甲阿边啊，杀个光好，做认真，因总知阿边啊来，应该会掉嘛。哦，啊，因拢爱光好，大家拢来甲因关钱哦，啊，互因互这个奥运会愈来愈有钱，所以即阮这个所在，阮在两千年的时阵，一个奥运会呢，啊，到两千零四年的时阵吼。出四五个奥运会啊！哦，啊，伫阮这边，伫阮这区，以前两千年的时阵，只系迄个恁那是对，恁那是就讲，恁那是对的。专门咧收钱的这几个，恁那是奥运会，因遐老大就甲因讲，遐是老啊。恁那是对的啦。啊，恁那是对的。啊，你莫讲到遐灵啊，讲到遐灵就做恁干的啊。那是秘书上贯穿那边，无人敢信，听阿边啊说。那台湾头台湾的是四界拢有在嘛？哦，对啦，像咱卖讲咱伫迄个东内，咱某一个流，哦，啊，因拢会收集家己的利益。诶，咱卖讲因是老啊，哦，啊，就东内，家己那个电视，人讲咱坎啊，哦，对不对？哦，伊讲咱做卡面啊，是，啊，咱就无法做，咱就是坚持，迄个一再甲咱打落来啊。安尼个哦。啊，即马话因咧收集哦，都会嘛，走去含阿强阿好啊，吼，有无？吼，伊过来，啥物聊个出头诶嘛是，拢走去含阿强阿好啊。嗯。啊，即咱即老独派就来讲，伊叫老啊，是，安尼大家笑啊。对，安尼 OK， 好，感谢啊，哈，来，你好，你好，嘿。哎呀，你好，哎，你好，他无啥精神哦，无啥精神嘛，无啥开得落，较大声来，哎，家族受伤去啊，哦，算夜店了，夜到受伤了对啦。我讲哦，哎，这做官你想要装资啥有诶无诶哦？这种物件，搁你去做，啥物样做，讲少些嘛。啊，性质都无同啊，无啦，啊啦，一头前就为咩讲啊么啊？人叫啥呢？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哎，我未去做人情招考啦，我未替人情招考啦。这是不对啦，讲要装资啥有诶无诶？咱暂时也看唔敢去做啦。嗯。唯一会当原谅因的，就是这群人早前讲起来话对经济唔慢啦，安尼尔啦。我讲啊，早前讲反共大陆，即马讲来反共。无啦，即马去摸迄条。啊，咱唔免替遐老啊找找借口。以前讲反共大陆杀猪拔毛，即马讲我们习近平安尼啦。对啊，无再讲你较早，就讲迄条迄唔讲假。反内可话是事实的代志，啊！你替因找借口，你咪甲国民党的水准难管啦，哦，对不对？哈。先来讲，先来讲你哦。OK， 拜拜。好，感谢，来你好，嘿。哦，哎，正向你好。哎呀，讲这啦，我如果讲啥啦，咱继续咧宣传。不分级啦，哦，外国冲啦，这困住啦，这是正地啦话啦。我不个但不好做啦，啊，咱有真是朋友哦，较少年，唔知我什么啦话啦，一直正地啦话，哦，啊，骗子个啦，啊，骗你财产个啦，甲你怪怪遐啦。所以咱台湾人哦，我好咱在民众头脑清醒啦，吼、哦，一头清醒咧，你就不要假正直，然后他骗你乱乱乱说啦。你若讲不分之好，华人这三人去通过了，你这样袂使啦，一带一路，你阿强个咧来台湾咧做得更结实的，还有讲没什么没半点事。这个会闹会找你的。我们就是同行，感谢啊，来你好。啊！即马国民党加一票，吼、哦、啊！有党是加两票。即马迄是反倒的吼、哦、高铁，啊！那好通过啊，变叫过，迄算重大法案呢。啊，加一两票、两三票过，啊，这敢会使？吼、哦，嘿，还开偌侪钱啊？吼、哦，开两条三，吼、哦，啊，我两个讲十，两个法案讲十六，拢要甲国个付款去啦。是，啊，你敢叫？是，好 ，OK， 好，咱时间已经准备了吼，哎，好嘞，感谢啦吼，这个就这唔免去替遐政治人啊，当面所在甲因到揣楼梯了，因落就对，嗯，因为之前无恁家己去登去电脑去点，较早翻那个话是讲的话遐，是唔是甲这么比起来，就是老啊，嗯，就是安尼尔啦吼，啊，这我以后拢是公平对待的就对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啊，水哥倒转来，啊，来，感谢。
好，这个天气的状况吼，这个方面啊，就是迄个云系吼，啊一波一波过来啦吼，啊这个云系哪种中午南方的时阵哦，我咱台南去咸阳出林的吼，啊但是无话故随着乌阴落来吼，啊这几天啊，包括连假期间呐、啊，这个天气拢总唔是介稳定了着吼，拢唔是介稳定吼，迄、那个做上深山啦啦，迄忙起啦吼，啊溪流边有哪会注意了着吼，这是天气的问题吼，唔是介稳定的天气，出门何故咱就炸嘞？速度放慢啊！来，咱知影，这个行政院终于提出的复议哦，来何里块院，来何这个总统府啦吼。啊，当然对着这件代志，这个报君旗的加德云台行政院长呛声，讲啊，如果恁那复议无过，我就叫啊啦，是不是你要苦尽的责任爱轮台？德云台正式甲呛声倒转来，甲报君旗呛讲。有德国人用，看你要用无？结果报君旗听完刷了，起嚟讲讲啊！你即马是安那？要含在亚当宣战？啊！而且你种的做法呢？这唔是咱台湾人民想要爱安居乐业的期待呢？这唔是中华民国的福气呢？南边等下，伊用一句话等下。有病啊！这样有病，咱咪甲你计较啦。德云台把报君旗讲讲有德国人用。系啊，哎呀，唔敢用一句啊，唔敢用个相当相西啊，是讲这种人个头壳白晒吼，那时速三百公里，讲两秒钟停落来，会讲出这种话人，咱人我那同情伊啊，我那个同情就系安尼啦。有闲啊，大家注意下仔。苏格斯调转。啊，德云台呛了水。你也在德国，意思讲你也在德国啦，哦，有咩人用啊？哎，对对对对对，好啦好，来时间的关系，明仔再空中再会啊，再会，好，拜拜。